嗨。安尼好啊。好啊。啊哈，我都不知道有没有，要不要再拍一张？有啊，有啊，可以。真的吗 ？Cheese。你也来啊。Say something. 西瓜甜不甜？啊，这是龟山岛吧？哦，龟山岛像不像乌龟？哈哈哈哈哈！快点，两个拍掉。快点呢，快点呢！好，你不要拍，谢谢，不要拍，不要拍。我蹲下来，你站我后面。我要帮你拍一下。我们今天来到龟山岛，观赏龟山岛最好的。哦，九号咖啡馆，外澳九号咖啡馆。你是那个录影的？哎、欸，那我们反方向拍那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那我们这个咖啡，睡。你看他们也是白色的啊，你们也是白色的好吗？就给他凹了，不然呢？什么？还有那个风，那种风景，那种白沙，哎，是一个坐哟，一个呢，应该是有教练啦，爱两个。无看伊落来啦。两个。他们有拍啊，所以要拍同事。那两组都要。手棒耶！要在哪边抱你？可以在这边搭接驳车。哦，搭接驳车。外面是不是？蓝色帐篷这里而已。蓝色帐篷啊，然后从那里上去哦。对。哦，这样它、啊、飞下来大概多少时间？不一定嘞。不一定。对，看飞出去在空中遇到的状况。哦。看那个气流哈、哦。对。看风的方向。很帅，很帅，好好看哦。啊，多少钱？1200。1200。好棒哦。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几乎安死下来啊！帅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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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say something. 外号九号咖啡馆，舅舅、妈妈一起来看飞行伞。千古看到千古活动，要拉鱼上来。一组啊，可是中间有游客呢。啊，你真的呢？这条线跟那条线其实是同一个希望啊。那两个风车。不靠人的两组，两个一组，两个一组。安尼真好算啊！对啊，嘿。前种的树薯，今天9月25号开挖，好难挖哦！看这，看这几条，还有，有妈妈卖出来了，这小瓜油的哇，这还够，这个轻嘛。